大家好，都吃了饭吗？在这里有好东西跟大家一起分享哦，哇，好开心啊！这个好料刚刚到我的手上，名字叫 Zenkoso Chewable Ball，很开心刚刚收到，期待了很久很久。然后什么那么特别呢？啊。来这边开这个直播，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享受的人。来来来，享受的人啊，健康的零食，这个是健康的零食。我相信很多朋友啊都很爱吃零食的哈，不管是男女呀、小孩呀，都爱吃零食，包括我自己。我是超爱吃零食的，你别以为说一个很爱运动的人哦，很爱照顾身材的哦，其实我是很爱吃，然后我是吃很多的。其实，所以就是周末为什么运动量这么大呢？运动量这么大哦，所以可以吃更多好料哈、哦、啊！所以呢，有这个 Zenkoso Ball 太好了，可以健康的瘦下来哈、哦。我们有这个叫 Zenkoso 增购瘦。真够瘦，让你吃了，帮忙你瘦身，健康的瘦身。现在是怎么样的呢？来，开给大家看，去找我的剪刀一下。这个就是那天我们 privilege buy 的时候去抢的哈。这个就是 B International 的 packing，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的 invoice 哈。所以每一个 IBO 呢，要确定说你买的产品哈都是 original 的，你们一定会有这些 invoice。所以呢，记得你买这些产品一定要是有收到 invoice 的。OK，这个是我的 invoice，这个是我的 Zenkoso 增购瘦，吃了让你健康的瘦，有谁不要瘦的啊？没有人不要瘦的，瘦身是。女人的终身事业，其实现在连男人都想瘦啊！来，我们开进去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哈？刚刚收到的，很开心哦。OK，这里，这个就是我的 Zenkoso Ball，这个也是我的 invoice 哈，啊，这个是 invoice。Zenkoso Ball，你看它的 label 这些哈，哎，这是这个好产品，次疗，这个就是瘦身零食啊，要瘦的人，想瘦的人，常常都要想瘦的，要减肥的，这个就是零食，听到它声音，里面声音是这样的哈。来，我们今天就。现在在这里就是要开给大家吃，很多人就看到我们 post 很多 Zenkoso Ball，味道怎样的呢？我还没吃过它的味道，所以我也是很想试它的味道。刚才呢，今天下午我打电话去我的那个一个美女朋友，她刚刚收到她的 Zenkoso 的这个 stock，所以他就跟我讲一声哦，Colina，我收到了，谢谢。然后呢，我就问他，哎，快快开进去 try 一下，看一下味道怎么样？你喜欢它味道吗？来，这个就是，修得好紧一下哦，quality control，来这个。开进去了，哦，你看它这样的哈，酵素味道咯。OK，然后呢，里面就是这样一粒一粒的，就是这样倒出来，原来它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 Zenkoso Ball 呢，怎么吃法呢？一次吃8粒，所以我这边有拿出来几粒，一次吃8粒哦，我要 try 它的口味。
有点像，感觉像那种过年时候啊，他们有这些，它有点像那些酸梅呀、那种，它有点像酸梅味的，只是它不会酸，不会甜，比较淡淡的。口感是很耐吃的啦，因为你不觉得它不一，它不是重口味的，它就是淡淡的。现在很多见证哦，他们吃了这整颗说不完，瘦身效果很快的，吃了几天哦，体重就开始跌了，那 result 很 impressive 的，这就是整颗说包，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健康说包哈，你不要看这一粒粒小小的哦，它这个每一粒哦都是98种的蔬菜水果，98种哦，它的精华哦，那每一粒是98种的蔬菜水果的精华，通过8年的发酵，而且呢，它这些蔬菜水果是来自 Brazil。巴西来自日本，通过8年的发酵，然后呢，一般上假如说你去吃酵素，那些酵素都是水水的，可是这个酵素是全世界唯一一种的酵素，是在这种 chewable ball，它这个全世界一种第一种第一第一种啊这种 chewable ball 的它的 form 哈。哎，Adeline，Adeline，我终于收到了。淑珍，你好，好久不见。Madam Go 美女，好久不见。这个是我们的酵素，我们大家都有吃过之前的那一罐一罐的 paste 的酵素哦。这个呢，跟它的味道就比较不一样。我本身的这个是，虽然有些人讲很有一点像，可是我本身觉得比较不一样，因为它这个是一粒一粒的嘛。它吃了有那个口感哦，有点像黏黏呐，gummy bear 那种的啊，很耐。你这样吃哦，我跟你讲哦，你就是把它当做零食吃了。你坐在那边哦，你一边看电脑一边看戏呀，在那边一直吃哦。所以很爱吃零食的人呢，这个真的是很好。而且呢，它这种 chewable ball。它对我们的 jaw muscle 很好，因为我们在咬的时候啊，它在 stimulate 我们的头脑，所以呢，其实是很好的，我们的这个 jaw 的运动。哎，阿明，阿明好没？这是不吗？这个就是我们的健康说不，吃了可以帮忙瘦身，很多瘦身的效果，很多瘦身的这个。见证哈，我现在看到的全部都是瘦身的见证，不然就是那些糖尿病了，糖尿病啊，然后那些胃导流的，我们很多这一些的见证。然后呢，这个酵素100%从日本进口哈，100%日本进口，而且呢，它的成分是从巴西和日本的。它的那些蔬菜水果是从巴西跟日本，所以巴西我们就知道巴西它是一个 Amazon 哦，它是一个很多那些植物的一个 jungle 哈，它里面的水呢也很纯。然后日本呢，它本身是一个火山的那些地方哈，所以它那些土啊，它的肥料啊真的是很好。所以那些蔬菜水果是从这个两个国家来的，通过8年的发酵，通过一个高科技。日本的高科技哦，把这些酵素变成一粒一粒的球哈、哦，是吗，Adeline，Adeline 一定吃很多的，我可以想象哦，Adeline 一罐一个星期一罐哈、哦，然后呢，而且呢，酵素在全世界酵素哈、哦，你可以去 check 一下，很难拿到 HALA 认证，可是呢，这个 Be International 的 Zenkoso Ball 有 HALA 认证。这些哈拉认证其实不容易拿的，可是我们这个是有哈拉认证，意思说穆斯林的朋友呢都可以吃，而且适合给吃素的人哈、哦。你不吃素的话，你很常吃东西啊，都是吃肉的啊，大鱼大肉的，很少吃菜的，吃这个就很好咯。它的这个一粒哦，一粒一粒哦，这样的一粒啊，
就是等于98种蔬菜水果的精华，哇，真的是好哈。然后我跟你讲哦，瘦身哦是女人的终身事业，现在行情那么差，瘦身产品还是很好卖的，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减咳嗽啊其实真的是会很好卖，要做进来做 BE 哦，大量的去推这个减咳嗽，我跟你讲这个减咳嗽都可以帮你 让你上到 ambassador。 所以呢进来参加做 BE 哦，瘦身次市场是很大的哦，女人哦可以很爱美哦，不要命了，可是呢这个吃了又健康哦，又健康，是健康的零食哦，所以非常好。谁可以吃？有糖尿病啊，胃不好的啊，肥胖啊，要减肥的啊，还有那些血糖高啊，荷尔蒙不平衡的，有那些假如说你子宫曾经有生过什么东西的啊，你有这些的 history 啦，有生那些 tumors 啊，这些都可以吃的，因为它是适合给素食者，所以谁都可以吃的，而且可以帮忙便秘，假如说你有便秘的问题会帮忙到，要帮忙减肥的，所以呢减肥我要加强一下，减肥的，你要减肥的一定要拿来吃，要减肥的，因为它就是帮我们新陈代谢。为什么新陈代谢要吃酵素呢？其实我们的身体里面都有酵素，只是我们的身体的酵素的成分，每一个人的身体的酵素的成分是已经是 fixed 了，我们从我们的父母亲把我们生下来，我们身体的酵素是 fixed 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身体里面酵素它是帮助我们做什么呢？帮助我们消化食物啊，帮助我们做事情，像我现在在这边跟大家讲话，我一边讲话一边张眼睛一边拿着这个，其实这些动作都是需要酵素帮我们做工，假如说我们的身体的酵素越快越晚的话，我们的身体就很快没有那个电了，所以酵素是等于我们身体的电，当你的身体的电用完了过后呢，你就拜拜了。所以呢要怎么补充身体的里面酵素呢？我们其实身体都有酵素，可是呢当我们很常吃那些食物那些食物本身是很少酵素的，我们的身体就要用更多的酵素去消化代谢这些食物，所以呢当我们吃很多那些已经是没有酵素的食物，我们的身体就要用更多的酵素来做工，所以呢会导致到我们身体里面酵素就越来越少，所以要通过天然成分的食物来补充我们身体里面的酵素。其实呢在亚洲一般上有很多这个新陈代谢的问题都是亚洲人全世界的 WHO 他们有做这个 report， 其实全世界有这个新陈代谢的问题metabolic syndrome 是亚洲人，为什么亚洲人很常吃煎炸的东西，所以呢成分很少酵素，所以现在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问题Be International 就带来这么好的一个产品，帮助我们补充我们身体的酵素，而且呢它的价钱非常非常的合理，6月1号 launching offer， 记得一定要去拿这个 launching offer， 不要错过这个6月1号所以在这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分享，那其实我就是分享我的喜悦啦，因为我很开心我收到了，终于收到了，我等了很久终于收到了，所以呢在这边再跟大家补充一下，水可以吃，要减肥的，胃不好的，便秘的荷尔蒙失调胃那个导流高血糖，高血压，高胆固醇，肥胖重点就是要减肥的有些人就是要瘦的，每次都是想瘦的，所以想瘦的人一定要吃这个酵素，让你瘦到漂亮又瘦到健康。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很简单的分享有什么问题可以私底下再 PM 了这个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它的口味口味跟之前的那个，我们之前的那个是一罐一罐的，里面是水水的，这个就是一粒一粒的，像糖果那样当做糖果吃。酵素，这个酵素真够瘦真够瘦，它是代谢之王，挺好代谢之王，一边吃一边瘦，越吃越开心，
就把它当做糖果吃。吃糖果可以让你瘦，吃糖果可以帮助到你的新陈代谢，吃糖果可以帮助到你身体健康。啊，里面有520粒哈，里面有520粒，这一罐里面有520粒哦，超值的，千万不要错过龙群 offer。所以，享受的人一定要吃这个 Gencoso 球球啊，OK，这个就是今晚的分享，有什么私底下 PM，拜拜。